那好吧，谁先来？你和我呗，咱俩最小。我赢了。好吧，我输了，要怎么罚我？我罚你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好啊。小师妹，你心里还有那个荷塘吗？不许说这个。季师弟，大师兄今夜就要去迎亲了，不要做无意义的事。可他还没有离开山庄，一切都还有可能。小师妹，愿赌服输啊。我不知道。你是有杂念，不敢承认，所以不知道吧？季师兄，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已经回答完了。